很简单。我爱你，外国，外掉我，外掉我，外掉我，对，坏掉了。有提示吗？两个字。一种生理现象，一般都发生在晚上，做噩梦、抽筋、痉挛、梦游。哎，梦游会摇吗？我没有梦游过。梦到才会摇啊。梦游会摇。梦外游。梦都会摇。来，请确认答案。梦游。恭喜请。Pass。提示的太好，提示的太好，没有人说你不对，仁慈。那我们来看，到底谁是老鼠屎？嗨，两个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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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咧困，我咧困，哥会行路，哥会行路，对，两个你，两个你，我咧困，我咧困，哥会行路，哥会行路，嘿，你讲一次，我咧。人会哩，我会困，你会卡咯。好好，我哥会行咯，哥会徛咯。对，人会哩，来会哩，我会哦，我会哦，哥会徛咯。我会哦，我会徛咯，我会咯，我会咯，哥会徛咯，我会徛咯。人会哩，我会哦，我会。六二的，来啦，来来哩，六二的，外咯，外咯，外家咯，外家咯，哎，再次，外咯，外家咯，外咯，外家咯，外家咯，外家咯，六二的，外咯，外家咯，外咯，外家咯，六二的，六二的，外哟，外哟，外家哦，外坏掉咯，六二的，六二的。外我，外我，外掉我，外掉我，对，外我，外掉我，再等个几秒。罗威的，罗威的，外游，外游，外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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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台语吗？很简单。罗威的，外国，外掉我，外掉我，外掉我，对，坏掉了，我的路歪掉了，也算一种梦游。到底是谁把那个费丹尼浩然姐还有孟多还有塔提娜雅排到我这一队？我希望那个人圣诞节当天落赛。现在比出是2-1，我们来进行下一回合。好的，进行我们毛笔传话游戏王。是的，很简单啦。什么人做什么事，把它画出来就对了。每个人都要画。说的简单，画的难。啊，画的真的很难。而且呢，第一位呢，你们又派出了这位天才小画家。是是是，听说从小就喜欢画画嘛。对，从小就只会画。琴棋书画他都会。只会画火柴人。火柴人就是一个头，然后身体就一杠一杠的那种。哦，不是画虎画兰花就可以了。警官们，戴耳机吗？哎，耳机也戴上好了哈，欣赏一下音乐。这个人在做这个事情，什么什么谁啊？哎，这不好画，因为你看这个人物他有一些特点。那准备要画了哈，好，笔 OK 了吗 ？OK 啊，好的，我手上东西好多，计时开始。哎呦哎呦，太一个西瓜哦。好，笔哦，什么人在做什么事哦？花吗？花吗？哦，太阳花。小丑，哦，头发烫坏的妈妈啊，夺魂锯，哦呦，哎，画得很厉害哦，嘿，真的蛮厉害的，很像，没错，他会不会所有的时间都在画这个人？有可能哦，啊，他在做什么事？哈，这个我不懂哎，他拿着一个火把嘛，还想聊天是不是？火把嘛。谢谢，厉害厉害。妈妈带小朋友去买菜了 ，OK 了哈。手上拿着冰淇淋，没问题了哈。好的 ，Can you？ 下一位可以开门了，下一位，谢谢。老蔡，哎，来了，来看一下，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情？我知道答案了，法比欧在画画。哎呀，好可爱。
其实发表画画蛮厉害的。对呀，感觉上。他跟我画的好像哦。哎，蛮厉害的啊。嗯。哦哦哦，来了！哎呦，哎呦，速度很快哦。哎呦，你好棒哦！哇，他有天分哎。嗯。八七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画位面画的好像哦。一个大人，一个小人，大岁星，小千草，可以了，今年站卫兵。嘿，啊，这么大一张，他就只画这一边，啊，这边都不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也这样。好，请开门。来，下一位，下一位啊，怎么会是这一位？我最厉害的啊！啊，好好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计时开始。哇哦！哇哦！洋娃娃，这个到底洋娃娃很开心的在笑。对呀。就是太阳跟房子吗？可能是官将手。是太阳跟房子，然后那个是捂眼睛，烟囱。哦。下面有一个小房子，小房子上面啊，哦，一大一小啦，一大一小啦。干什么？小人。哦。火很大的小人。啊，这个没有脚，应该是鬼。哎呀。下一位，请开门。好，来看啊。到底杜丽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给你呢？计时开始。哎呦，这个面墙吗？一直线有一个太阳，你好吵，杰林，有一个太阳，太阳，这就是太阳嘛？这还有什么？太阳花，对，很特别的太阳哦。嘿，我觉得太阳下面有一座山，我知道啊。脸上的东西要不要？太阳之子，对，杰林。没关系，还是说是在沙滩的太阳之子？脑海，哎呦，脑海，脑袋，脑海，哎呦，害羞是不是？嘴巴吗？还是脸上长疮？快一点啊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哇哇哇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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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什么？那下面在干嘛？青蛙，青蛙。好了，从这张烂画里面，哇塞，你看出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情吗？这脸上有疤，对不对？他画的很像是有疤，也有可能是不对，画坏的腮红。他对称，所以他应该是很像脸谱之类的。嗯哼，可能是原住民啦。你好会猜画脸呐，情面嘛？不对啊，他画起来不像原住民，不像巴莱。嘿，还是说林秀琴在打陈志远？所以在你心目中，林秀琴在打陈志远吧？所以在你心目中，陈志远这么小，林秀琴这么大。当然啦，他们是母系社会啊，对不对？好难哦，哇塞！什么人？他在做什么事情？做什么事？爱因斯坦在做实验。爱因斯坦他在做实验，恭喜，喷死他！好的，下一步。其实他看我的也差不多哎。一模一样哎，真的跟杜丽的一样哎。杜丽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打你，你画的真好，谢谢。有差有差有差，你仔细看有差。大家来找查一下，真的有不一样。他手上多拿了一个东西啊，问题是那个东西是什么？有什么人物手上会拿那样的东西？不是，问题是那个东西我看不出来是什么。拿一根长长的不求人啊。哦，来来，告诉我，他是不是想？怎么样？在砍树。